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今天继续我们的进击的巨人啊。上一集呢，艾尔文说呢，我们要准备撤退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总而言之呢，啊，我们今天在进行撤退啊。艾尔文团长说的，我们必须听啊，也只能这么做啦，对不对？他说要撤退就撤退啊，啊，伙伴的意志由我们一起来承担就行了，是吧？我的家人也在托洛斯特区，我很担心城墙是不是被破坏了。啊，应该是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在远征的时候城墙被破坏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撤退要赶回去的意思吧？应该是这样啊。如果罗塞之墙遭到破坏，就真的是人类的末日了，就最后一道墙嘛。付出许多牺牲，好不容易抵达到这里，结果我们要撤退回去了。感觉就是被阴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好不容易已经跑到这么远的地方调查了，结果哦，我们这个市区的那个部分居然被人家突袭，啊、哦，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们现在紧急撤退。紧急撤退呢，去把那个回去把那些巨人全部杀光吧，我想是这样。啊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改造一下，看看把它升高一点啊！欸、可以哎、欸，6750升一下好了，还可以再升吗？材料不够了吧？光是升这个材料就不知道多少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升这个哎、欸。好的，祝五运昌隆。为什么突然祝我五运昌隆啊？巨人们开始集体往城市移动了，就跟五年前玛利亚之墙一样，远征到半途而废，实在让我很不爽。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不能再继续外墙拖拖拉拉，准备要赶回去了。果然真的要赶回去了。哦，一个被 Duke 有没有？被 Duke。这一定都是内鬼所为啊！不用讲了，我们之间一定有内鬼。终止墙外调查，立刻返回托洛斯特区。了解。因应巨人的追击，我干大。返回作战。哦，与他们会合。不过在前面会先遇到红色惊叹号。喂，何を止まってる？クソメガネ。リヴァイ、崖が崩れて。山壁崩落了，马过不去。馬が通れないよ。哇？そこの砲台で瓦礫を吹っ飛ばしてくれる？哦，把它炸开是吧？自己不会炸哦，真的是。巨人が数体接近してきます。仕方ねえ。だが、街の在哪里啊？うまくいかねえよ。这边。先を急ぐか。发射。砲台が巨人に壊される前に。哇，威力有这么强啊！威力有这么强啊！成功。离开。哦，惊叹号出现了。助かってよリヴァイ。あとは私の班に任せて。先に行っていいよ。スレープが仕上がって。哎，帮忙一下，不要只会看呐。嘎，老师，等我啊！無視はできない。这么硬啊！有解决了，我必须先赶到那个地方去啊！到底这些巨人在杀了，没差。副任务先优先，比较为主啊。
比较重要啊。硬邦邦，到了到了到了！每次要把这种任务射那么远，就很烦。设定这么遥远，麻烦死了。仲間とはぐれてしまって助かりました。行きましょう。俺たちは急いでエルディを追う。遅れるな。俺の敵じゃない。お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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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円盤か。救援に向かおう。よ。俺の敵じゃない。哇，钢瓶没有。前面前面。快点给我，快点给我！我来救你！撑着点，撑着点！我觉得他这个是给的很紧凑，你知道吗？超紧凑的。トロストクの状況によっては俺たちの力が必要。快快，奥鲁奥鲁奥鲁！急ぐぞ。クソ巨人どもめ！切れられ！味方どもだ！お前ら！放个技能啊！杀光他们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物资先拿。走开，别挡我的路。无法补充，好的。又来了，用不完了。这次是佩托拉。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啊，不要再说了，快点去吧。GG， 换一下钢瓶，消耗速度太快了。来吧，这边。发现留在原地的米可。这条路也不封死了。哇，又要把石头给击落是吧？看这个好近哦。先頭にいたはずだ。おそらくそうだ。そこの砲台で瓦礫を爆破して進もう。帮忙炸一下。嗯？要炸哪里？这里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成功。啊，威力不够了，丢刀片时间。哎、欸，怎么都啊，忘记切刀片了。八七啊，我丢。有了，伤害够了。
还有吗？补一下血。OK。これこれ。补充补充。助かった。助かった。好，无法补充满了，好呗。哎、欸，跑这边，跑这边。红烟在这里啊！来来来，帮忙了。以艾尔文前往大门，不过我想先把这些给杀掉啊。解决掉。OK， 这些巨人应该是不用理他吧。往大门移动就好了哈。艾尔文有嘞，艾尔文嘞，哎、哦、有出来了，我们现在赶回去，赶回去。エルヴィン、門が破壊されてる。门真的被破坏了、欸。完全被毁啊！好了，你可以直接走进去了吧？来这边，终于回来了，快冲进去！嘣 ！What the？ What？谁堵住了？艾伦吗？谁把石头堵住？飛行手一隊向かってきます。哦 ，BOSS 来了！哇，好 man 啊、哦！这比利海灵顿吗？比利海灵顿是你？还蛮像的。解除。俺たちの力見せてやりましょう。小智的那只先杀吧。等一下，他们巨人全部都冲来了。也太多巨人了吧！全部都往这边冲过来啊！算了，我先杀了这只好了，杀掉就结束了吧？有了吧？应该结束了吧？居然没有结束！
还要把周围的都给杀掉。一次杀两个有没有？一挑二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型巨人还没死。喂喂喂喂，发生什么事？原来大型巨人没有被砍死啊，我有被砍死了。大成功！噔噔，解决了。跑到上面看一下。哇哦！哦，原来故事线是这里来的，是艾伦赌的，没错啦。哦，原来这时候兵长才来救他们。兵长出现了。ミカサ。あれは。兵长。对啊，他这个是从回去回，就是他那个剧情就是有从中间开始这样子。これはどういう状況だ？啊，然后我们是以兵长的视角，以兵长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。壁外調査より急遽引き返してきた調査兵団と駐屯兵団。我们成功了保护了这道墙。ウォールローゼは再び巨人の侵入を阻んだ。再次阻挡了。原来是这样子啊。新材质 ，OK 的，哇，可以用焊机了，哇，还有新服装嘞哈，这么赞，各种新服装都解出来了，哇哦，太赞了，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哦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啊，那我基本上应该是每天发布啦。哦，我看到有人在问我是不是每天发布啊？我基本上应该是每天发布《进击的巨人》，因为赶进度嘛，因为明年就要出二代了，所以说我一代赶快先把它玩完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《进击的巨人》再见了，拜拜。